第一局比赛开始。啊，两个人也是，现在还是不断的在，哦，直接开始了拳法的对攻，非常重啊。高扫踢，哦，再来一次高扫踢。双方的风格想必大家都看得非常清楚了，来自白俄罗斯的瓦伦，他是非常明显的泰式的风格，特别的硬，重拳重腿。美丽死神呢，还是比较用的是比较传统的欧式的踢拳风格，而且自己在拳击的方面呢也是非常的擅长。是的，我们看到穿黑色短裤的是美丽死神阿尔图奇图鲁奇辛克，我们穿白色短裤的是来自白俄罗斯的白色炸药迪米特瓦伦。对于美丽死神来说呢，观众对他们都非常熟悉了，他曾经啊是重拳 KO 白金兵，还有是拿这个重拳基辅 KO 来自于巴西的约旦达奥里维拉的场景啊，让我们今天都是记忆犹新。是的，我们看美丽死神呢，他的脚底下的移动啊，还是非常的灵巧。双方的年龄啊都是相当，瓦伦27岁，但是在瓦伦在身高方面呢有着6公分的身高优势，而且自己刚才都看到了，他一上来就是非常重的这种高扫踢，不知道这种打法美丽死神能不能适应，而且呢对于这么重的打击美丽死神能不能予以化解。你看整体的节奏呢，美丽死神移动的会比较多，放松的也比较多。你看白的炸药呢，迪梅崔瓦伦会相对来说更紧张一些。迪梅崔瓦伦呢现在给大家一直在场面上来看呢，一直采取的是非常稳健的，犹如坦克般的往前碾压的这么一个势头，想要去碾压美丽死神。但是美丽死神呢用自己灵巧的步伐不停地用碎拳以及低扫踢进行干扰，双方可以说刘文波是不是双方还没有真正展开真正的对攻，两人也是在不断地在进攻当中试探对方，寻找摧毁性的那一击。你看这边崔瓦伦每一次进攻啊都使尽了全力，双方啊，哦，转身的后旋踢非常突然。双方在比赛一开始的时候呢，双方的试探其实更多的时候双方呢对对方来说都是一道谜题，看怎么样来解开对方的谜题，谁先解开谁先能成功的解读对方，那谁的胜率就可能大一些。嗯，这就好像我们那个学生考试一样，看之前这个准备考试准备的怎么样。刚刚啊，美丽死神以这个拳法做迷惑前腿这个高扫踢啊，真实在场面来看就好比一把死神的镰刀。是的，美丽死神呢是不停的在做这个移动，在做这个移动，而且移动的同时呢，自己的拳腿还是发挥还比较自如的。来看美丽死神是在被对手这个孤井想要予以顶膝的时候，还是能有应对的方法。但第二局的比赛呢，双方会有怎么样的战术调整？双方其实从硬件上来说啊，都是不相上下，都是多次拿到过世界冠军级别头衔的人。美丽死神还是在不停的移动。第二回合和第一回合的节奏很像，我们看迪梅崔瓦伦还是不断的往前压进，一边压进，然后寻找重击。美丽死神在移动当中冷不丁的来阻击对手，拳法啊非常的多变，高扫踢突然的，非常的突然。拳法的组合非常的漂亮，那双方也非常明显是一个战术的这么一个配比，也就是美丽死神如果说一直是沿用这种打法的话，那肯定在打击的次数上以打击有效性方面呢是肯定要强过瓦伦的。是的，瓦伦现在还是在组织进攻的时候呢成功率不如美丽死神，美丽死神在移动当中呢寻找到机会马上就做进攻，而且实实在在的打到对手。你看这几拳全都打到了。对，而且美丽死神从来不打阵地战，面特别是面对于瓦伦这样可以说是世界级别的 KO 型的选手，有重膝重腿还有重拳。
我觉得这也是正常的。我们在武术训练各种各样的武术，不管是摔跤也好，打拳也好，或者说是其他的项目也好，这肯定是对手如果是像坦克一样，有爆发力、有摧毁性、有进攻性的话，那没有必要和他正面对攻的，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化解他的这个实力。是的，这种打法呀，对于美丽死神，像目前为止作为一直在移动的，对，一直在移动，而且是一直在非常警惕的一种打法，对于他的体能的储备要求也是非常的高。是的，我们虽然说现在看的是，迪米丘瓦伦呢不断的在追美丽死神，但是呢，实际上整个的比赛的节奏是掌握在美丽死神手里的。漂亮，看，连续的，这每一次的回击都可能有多达四五下的这么一个反击的次数。是的。哦，刚才一个非常重的击鼓。那上一场比赛在昆仑决呀，也是美丽死神，也是 KO 奥里维拉，也是用这种击鼓的拳，看起来不重，而且并不是打到肝部，好像是擦到这个腹部的正面，当时是直接导致了被 KO。我们看现在美丽死神刚才又是一组的组合拳，差不多六七拳。在这个时候看起来美丽死神的体能有一些的下滑，所以说比赛的转折点有时候不能说是在看某一个时间点或者是某一局双方的表现，随着比赛的拖延，比赛的形势随时可能会转变。是的。好，第二回合比赛结束。瓦伦目前为止呢体能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影响，而在第三个回合不知道美丽死神还能不能保持这么一个快速的节奏。其实对于这种高水平的职业选手来讲呢，他们的体能啊都不会出现一个问题。是的，世界冠军级别的一个综合格斗运动员，这个 GSP 他就说，体能你不能说是死练练出来的，你看你比赛当中怎么样配比出来的。好，看第三个回合。好，一上来啊，瓦伦就想用压制型的打法，死神还是保持着一个非常活跃的频率。这个现在瓦伦也是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进攻的距离和时机，虽然他的摧毁力非常的强啊，这相当于白色炸药找不到一个爆破点。是的，我们看到美丽死神的双臂的是非常的长，他的可以说双拳的打击距离可以跟双腿的打击距离非常接近。是的，而且这种的也是非常大的优势，因为它更好的能够进行拳腿连接。非常重的扫踢来自于瓦伦。你看美丽死神现在要做的就是不要在绳圈或者是角落里面待啊，那瓦伦想做的就是不断的把对手逼到绳圈旁边或者说角落。哦，非常漂亮的一个同时间的一个勾踢，导致了瓦伦滑倒。打击范围非常大，美丽死神的打击范围。对，瓦伦刚才想用一个追击，但是到现在发力呢有可能为时已晚。美丽死神在做进攻的时候呢偏重于这种拳法然后后接腿法的这种组合，我们看到他的拳击的组合呀是非常的漂亮啊。现在瓦伦对后劲上来了，对，迪米丘瓦伦现在找到机会了。确实，刚才在一度的时间里面呢，美丽死神其实辛克被瓦伦挤在了角落，但是还是及时跑了出来。漂亮的摇闪的反击。在防守方面呢，瓦伦做的是十分到位，但是呢，这种防守并不能给自己更多的加分。在进攻的方面呢，又回到了我们经常谈论的一个问题，到底是单次的进攻，比如说是 KO 式的膝或者拳，单次的进攻还是组合？那这场比赛就非常的明显，在这场比赛来说，美丽死神的战术还是奏效的。是的，美丽死神充分了运用他自己脚底下灵活的这个特点，然后非常有力的抓住了每一个反击的机会。所以瓦伦的低扫踢，美丽死神也是非常有技巧性的进行格挡。哦，一个反面拳，这个后续动作啊，连续是非常的完美的。
瓦伦这个时候想用一个反边拳，但是被死神识破。好，三个回合比赛结束。所以说啊，还是战术的配比还是非常的重要。面对于不同的对手，一个成熟的团队，一个真正的高水平团队，应该是面临不同的对手有不同的战术调整。但一个转身，这个连续是非常的快的。本场比赛经过裁判裁定，结果如下：一号裁判30-28，非常漂亮，而且转身后的武林在拳法方面大开大合，甚至双拳的打击的距离就好比是腿的打击距离，后手摆拳，刚才被伤了，天哪！对手更大的压力，漂亮，很松的，是有了克制的方法。这时候林豆腐已经消耗的很大了啊，他连续挨到了几个重拳之后，好的。ดูตารางหน่อยดูแอบดูตารางได้โอเคพอได้ได้ดีดีดีโอเค1 2ได้1บิดลำตัวข้างใดข้างหนึ่งอ่ะปึ๊บมันงานไม่เล่นอ่ะเฉียงอ่ะแนบอย่างนี้ก็โอเคลงบิดอีกข้างหนึ่งกลับ3ท่าที่3ครั้งที่3ดีโอเคเตียนกินต้นไม้ข้างหลังนิดนึงเขาเกินไปครับให้มันได้หน้าขาปึ๊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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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โอเคพอแล้วก็ขึ้นมาปึ๊บออกแรงต้านดี
จับหลังเท้าแขนยืดไปข้างหน้าให้นิ่งให้ถือเสร็จแล้วดึงขาขึ้นมาหน้าโชว์หน่อยเฮ้ยดีๆเดี๋ยวโดนกล้องเอาจัดการได้เลยพร้อมปึ๊บน้ำท่วมเราก็ไม่กลัวครับไม่สนแซ่บสบายไม่สนครับน้ำมวยตู้แซ่บช่วยช่วยช่วยแซ่บเลยช่วยน้ำท่วมเราก็ไม่สนเอาเริ่ม